嗨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喵喵出来了。我们今天再继续我们的 Monster Channel。如果喜欢片加个赞，订阅我睡着的最新影片。好，我们今天是要带来就是这个名为的新种族，然后这是有咒语，然后是碎片强化列斯索尔加德的技能，然后他又拿到的是遗弃之力。好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走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拿到的是抉择，然后有地穴加造剂、建造器，然后有魔力武器跟海胆尖刺，然后拿到的是建筑师有晕眩，然后这个会造成晕眩，然后增加一个奉献之下在我的手牌里。OK， 好，还行，应该吧。缠绕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这，然后看看这里。OK， 行动，每层碎片对前方单位造成3点伤害。然后这相位锁定是什么？无法攻击，无法被任何形式受到伤害或者是为目标。咒语获得碎片一，拥有碎片而移除，还要有碎片才能移除相位锁定。这也太麻烦了吧！等一下，但我觉得可以玩玩看。OK，Let's go。这边我觉得可以开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有那一个。从最下层开始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我先用这一个把那一只打掉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好，不对啊，你有碎片，你还是打不到啊，是我错觉吗？所以我再打，这样打下去。不行啊，还是一样啊。他碎片没有不见掉，是我错觉吗？哦哦哦，要到几个才会解开？是不是？我天，这也太麻烦了。我先放这一张，我再放这一个，我再加给他一点点的咒语。好，没事。然后再丢多点的奇怪的东西。好。然后莫名其妙就赢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先拿先机代币，这边拿扛铁强化剂，然后这里的话我是记得说我们拿一个名位好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等一下，好像过得有点太快，我有点来不及反应。这边我们就先不要拿好了。多重攻击，发身上感觉怪怪的，我还不如给他一个坚持好了。然后加五加十吗？不要吧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高一点的，好吧？是我错觉还是我游戏声音好像有点小？好，我调大声一点，楼下开始吧。好，最后我先丢这一张，我要丢这一个 ，OK。我要丢这一张，这个我丢二楼吧。楼上那一个我好像没办法杀掉他，对不对？那就让你去吧。那我先信息代币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我先丢这一个好了，加上魔力武器，加上这一个，好，拜。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太胆子了，先拿。然后这里的话我就再拿多一个钢铁强化剂，我就蛮不过分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就是拿就是抽牌加一那种类型的卡牌就 OK 了，我就觉得说我们牌子就算是形成一半了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我们再拿多几个领费的吧吗？我就拿多几个领费，或者是拿多几个太阳之家之类的，都蛮不错的。反正就是想办法把我们手账卡牌越加越多就好了。好，走吧，下一层 ，Let's go。好，弱化眩晕，然后就是很麻烦就对了。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从最楼上开始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先把这丢给你，我再丢这一张，那我就
很确定，就是我的招数可以丢在你身上。好，楼上楼下那我们慢慢来，我是觉得没差。好，欢迎来到缠绕的地盘，我再给你多一点的攻击，再丢上这一个。好，有人有加速哦，我觉得还会加速上来。这个我觉得我先丢吧，再丢这一张，我觉得中了什么都蛮值得的。然后一大坨在上面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先放在你身上，我再丢这一个。好，有一只不会死，但我觉得还行，因为我没有缠绕。来了，慢慢来，先丢这一张，我再丢这个攻击给你，我再丢这一个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楼上，我觉得我这个丢在你身上好了。好，嗨，欢迎来到三楼，然后先给我一点时间。 OK 可以，拜。 OK 好，我感觉好像可以耶，这样玩。这边我觉得不要拿，虽然说那个三倍看起来很不错，可是我的双动其实讲真的不是很多，所以拿那一个其实我觉得只有坏没有好。那我们这边先把车务员丢掉，我们绝对没有用到车务员，因为车务员反而会卡住我们的手牌，所以我觉得丢掉它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那我们这边加一的话，我们就在太阳之家身上好了。那刷新吗？我觉得可以刷新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减一好了，然后继续加深魔法强度。 OK 可以的，然后接下来到这里，我看一下啊，九层碎片才可以移除，我就不太需要，我们拿这一个好了。九层太多啦，而且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我只能在楼上最高楼那边打，虽然说我好像也是在最高楼那边打没有错，但是我觉得九层太多了，会很浪费时间的感觉。好，缠绕缠绕，有丢到，我觉得有丢到我要的就很不错了。那我们再继续撸上，这个我们丢到二楼吧，要不然还一直出来，我也蛮困扰的。先这一个。泰坦之牙下去，赞哦！这我们放后面英雄好了，那我们再继续加英雄就好了。这我们放前面，哇，就是没丢到你，感觉有点倒霉，但没关系。这个我们先丢这一个在英雄的身上，我们再丢这一个，好。快来到三楼，给我点时间。这个先丢在你身上，加上这一个，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拜，感觉这个有点轻松。我们拿寒冰风暴，这一话拿折刺绝对没有错。现在我们是需要拿更多更多卡牌，然后一直狂丢，一直狂丢，一直狂丢就对了。然后先走过左边。边走右边不值得，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身上的东西都紧紧下来，我需要把他们的那个什么法术全部剪下来，最好是全部都剪到零最好啦。虽然说我觉得不太可能，然后这个折刺我觉得拿上也没问题，因为我们可以抽到更多的卡牌。然后这里的话我是觉得说不用拿，好，走吧。所以我们现在算是怎么说，抽卡应该是够了，那我目前应该是只是缺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给留下，我先把我们给杀了。这我们丢二楼好了，好，因为我需要他的钱钱，那我们再继续楼上。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丢二楼，
啊，结果没有丢到泰坦之牙，我就有点太过分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上，先这一个，好，丢更多的折刺，这个放在你的身上，再这一个，好，欢迎来到三楼，我再把这个丢出去先，我再把这个放在他的身上，我再折刺先，然后啊，他没有中了泰坦之眼，也没有中什么，他中了。他中了最不该中的东西，我好难过、哦。好，献祭待命，先把这一个送走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加在最前面的那一位同学身上吧。然后把这个放你们的身上。好，行。然后楼下让我们慢慢来。我是觉得说我可以丢一个寒冰风暴。好，然后我再丢这一个在你身上，攻击也丢在你身上。好。OK， 这边的话我们先丢一个献祭代币，先把这个砸出去了，然后再给你更多攻击力，折刺先丢出去，再来这一个，好，没问题。我觉得我这样打对面根本不用打游戏啊，对面打什么游戏，我觉得他们可以就是站着挂机直到结束就好了。 OK， 走走左右，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走个，我看看接下来有什么。接下来我肯定是走右边，那我走左边好了。哎，那我这边走右边好了。我先把植物园全部移除掉。OK， 我们牌组完美了。这里我刷个星，我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。多重攻击不要，我们再拿护甲好了。哎，他现在是护甲二，以前我记得是咒语护甲才一而已，是不是？好，行，我觉得这样子很棒。哇，他把我楼上打下来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差、欸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没差。OK， 好。只是楼下这一只会给我这一个有点麻烦的，所以我想要把它杀掉。拜。是我嫌你们麻烦，对不起。这一个先不要放。嗯，欢迎来到楼上。我先把这两张丢掉。我再拿出这一个，好，哇，三张，怕爆！等一下啊，我先把这三张丢掉，我再把这一个放在你身上好了。好，没事，我再把这两张丢掉，这一个我先放在你身上。OK， 好。好了，不要再丢了，我再把这张丢掉，我先把一切攻击都丢在后面那一张好了。好，上面有三只，那个让我觉得很讨厌的东西，有杀掉一只，那我就我可以再给他护甲。好，先不理他，继续楼上。我就继续加东西在你身上好了。我先把这个放在你身上好了，因为太麻烦了，是我嫌他麻烦。好，楼下那个就让他慢慢的来楼上呗，我们这边就先慢慢来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。先丢这个，再丢这一个，好。快到三楼，我先把这两张丢在你身上，这一张一气之力，有中到了。好，天哪，他根本不用动，然后他就下去了。好，这边我们再继续抽卡牌，总之就是卡牌抽好抽满，然后就是慢慢的扫出来就可以了。嘿。这里的话，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拿羽毛，虽然说羽毛也没什么作用，感觉上不会减少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这一个，
伤痛不会减少，绝对对我们来说有用。OK， 这边的话，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再拿多一个九个碎片。我刚才有没有看到这里？这里没差，走吧。尖刺要开吗？我是觉得不太适合，因为我怕我的英雄会死掉，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英雄死掉。然后没有加速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我先把这个放你们身上好了。我这个不能丢楼下，我这个怎样都要丢楼上。我要先让后面那一只先开。哇，那个是多重攻击哦，好，多重攻击就很棒。我先让后面那一只同区的那个咒语先开。哟，我觉得多重攻击很麻烦，先丢这一张，这一个先记代币，先把这一张丢出来。那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折刺。好，这一张仪器啊，讨厌事情发生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楼上先折刺。我先把这一个放在你身上好了，再丢上这一个，然后这种先丢出来，再这一张啊，没中，可惜。如果他中了一个泰坦之牙之类的话，我们就很完美了。可惜没中，但没关系，我就还好。好 ，OK， 下面的你慢慢来啦。选这个啊，我应该先按出我们的折刺，再按那一张。对，我按错了，但没关系，还行。我爸爸杀掉后面那一只吗？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，但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先把这些全部放在我们的英雄身上。好 ，OK， 这边才是重点。但我好像真的没办法把后面那一只和那个东西打掉，所以我就把它先丢在前面先好了。好，这里。好，我们拿明锐附符。这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那个刺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最前面那一只尖刺肯定很高，所以我觉得拿一个是没有问题。就是我是觉得说走个右边吧，我是觉得说我复制会比较好一些，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再复制多一个星际代币，我们星际代币太少了。这边其实这两个都蛮不错，但我觉得加一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万达有没有看这里吗？我自己都没东西可以弄了，走吧。天啊，这场也太顺了吧，顺到我有点怕。这一减一我是觉得没差，因为我们身上只就护盾还是护盾，所以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。先从楼上开始，就是先丢这一个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还有这一个。好，楼下先不理，我们继续楼上，因为我需要让我们的英雄先开起来。好，有，他开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打了。我先放出折刺，这一张泰坦之牙，我再丢出这一张，这一个，好。然后这一张我觉得丢在他身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没有丢到那个弱化，我觉得有点可惜，但还行。我尖刺会被剪啊，对吼，我尖刺会被剪，但其实还好哎。我觉得我需要加点护甲在他身上，这一只太麻烦了。还是说我可以变掉他？不行，还差一点点。哇，然后他把我东西拿掉，好难过。有时候很讨厌就是这样，先丢这一个吧，然后这一张啊没中到，哇他上去了，哦对，因为他会清除，因为他会清除啦，你很烦欸，先把这话丢下去，那就打不到我，行。
那我先丢更多的这一张，我再丢这一个。好，你不要再来楼上了，滚开！我在对你很气。好，我先把这张拿走。痛哦！就因为他，就因为他会清除掉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不会清除掉，其实一切都很好打。我就可以先丢这一张。好，我先把这丢下去。OK， 好，我要拿到三楼。然后重点是我好像打不赢他。哇，我真打不赢他，你敢信？哇，差一个钱了，哎呀，可惜了，打不赢。我觉得他那个弱化那个，没有，他那个弱化太麻烦了，那个减半那个手印那个太麻烦了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此啦。如果喜欢片段，开个赞，订阅寻找我的最新影片，来谢谢大家收看啦，睡觉。拜拜。